总镖头，那批货已到，不过最近风声紧，有兄弟察觉被人盯上了，咱们得尽快出手。何总镖头，如何？百威镖局赢下赌局了吗？这是我家镖头的信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总镖头。 百威镖局此次实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小弟已无法杀死铁飞花，为贤侄报仇，义兄见谅。老爷，老爷，有位客人要押暗镖，但非得见您才。 要让铁飞花身败名裂，哪里是件容易的事啊？何总镖头，在下这儿有件物件，需在明日由您和五爷亲自护送。不过我可没钱付你，只能送上这颗人头了。 出嫁了，可惜龙三大哥已不在了。若他也能到场，该多好。可我觉得龙三算得上是含笑九泉了，老爷和夫人才合不上眼吧。小姐，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成亲啊？夫人的遗愿可是……住嘴！我娘出去外的时候，你陪我一起在灵隐寺闭关修行，连我娘最后一面都没见着，你怎么可能知道她的遗愿？ 那是因为我神通广大呀！那可说不准。哎，客官，你们这儿有没有姓刘的？二楼包间。 师姐，你的功夫可退步了，这样的话还怎么重出江湖？你们几个太过分了！开玩笑也得有个分寸吧，他今晚才刚打通。没事。<笑>不可知法犯法。 偷盗抢劫，不可有违律法，动用私刑，不可同门相斗，有伤和气，不可仗势欺人，凌辱弱小。好了，柳儿，有大师伯在，想背祖训还不有的是机会？舅舅也回来了。对，刚调回杭州，正是他老人家把大伙叫回来，让我们。糟了，师伯应该等急了，快快快快！ 来喝一个，好。哎，这好吃，好吃。这一顿揍完之后啊，好好享受一把去。先别说那么多了。师伯，
您这么早就来了？现在都什么时辰了？舅舅，不能怨师兄师弟他们，是我回来晚了。我黄昏时分才到爹娘坟前，闭嘴！一会儿再跟你算账。好了，坐吧。 我让你做了吗？先是擅自脱离督察院，后又转投对付十三营，你说该怎么处置？师伯，十三营的事就是个误会，他们自己不都解释了吗？再说，孙植一直迫害，师妹若不离开，性命难保啊！哼，就是师伯。 您说您这大老远的来，不会就是为了罚师姐吧？况且，他伤还没好呢。师伯，先消消气啊！来来来，走一个。看样子是出鸿门宴，早就听说铁苍龙这师兄为人古板，当初那坏事便是被他废去武功。我看铁飞花这回。 师姐，柳儿她真没胡说。嗯，当时师娘死的时候，我们几个都在。你可以问问师娘当时临死的时候还说让你。你胡说什么呀你？来来来，喝一个。哎，这好，这个做完之后啊，好好享受一把去。先别说了，喝了之后。来来来，喝，都倒上倒上。 师娘不就是被那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给害的吗？从狮子崖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当时不就……你说这不是御赐神捕铁飞花吗？洪武，你不在京城办案，怎么跑回杭州来了？正巧，在下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铁生，这朝中官吏若擅离职守，按律该如何判？你是什么东西？出去！ 李婷，孔武尹，我们师叔侄在此叙旧，不需要外人打扰，请回吧。身为宫门中人，必须执法如是。铁捕头，这话可是当年你爹说的。怎么，轮到你自己了？你老子的话就不管用了？啊！不好！ 柳儿，来人！来人！走，快！住手！还不回去？丢人现眼！你们给我等着！ 走！都给我等着！小丫头，我早晚要你好看。三爷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好，走。 什么一方豪杰，连姓何的一家本来就不干净。师姐，有师弟在，早晚有一天为你出气。就是，三师弟也为你出气。师兄师弟们，你们就别喝了，我已经让柳儿去拿醒酒汤了。没事儿，师姐，我们没喝多。论喝酒啊，也就那陈大郎能跟我们比试比试，是吧？二师兄，来，接着喝，喝。 先罪孽，否则柳儿性命难保。啊！
我们要是不赎罪，赎罪也罪，否则柳儿性命难保。师伯，赎什么罪啊？这哪来的疯子呀？这，你们几个在这待着，我出去看看。师伯，师伯，师伯。 只能尝尝失去至亲的滋味了。师伯，师伯，师姐她没追上。师伯，以师妹的轻功。 当时无人能比，可是这个人竟然能轻易的跑掉。你们两个带上捕房的兄弟，全程搜查，你和我去会会何三。是。啊，走。哎，来过来。啊，好，慢点，慢点，再进去。好，好，你们两个给我守好了啊。是。 兄弟们都精神一点，你们两个到后院去看看。好，慢点。只可凭你一人之力，半个时辰内，从何三锁牙标箱内找到第二个锦囊。站住！ 铁飞花，你好大的胆，竟敢来劫镖！给我拿下！动不许动，动一下他就没命了。让他们把箱子给我拿出来，快点！听他的，把箱子拿出来。 是铁神捕啊，怎么，当起江洋大盗来了？哼，你是不是要这个呀？哦，刘老镖头，你来的正好啊！刚才有个小贼跑到我这儿来劫镖，还请您。 赶快把他捉拿归案呐！是吧？这，宋镖头恕罪，在下的丫鬟被人掳走了，这是对方开出来的条件。我情急之下才会来此，还请您高抬贵手，等我把柳儿救出来，一定会到您府上亲自谢罪。你这是在求我？
人命关天，还请总镖头让我看一眼锦囊的内容。别动！总镖头，确定要今晚出手吗？万一出了这样的意外，姓铁的一回过神来，必会上门来找麻烦。夜长梦多，怎么了这是？不可知法犯法，偷盗抢劫，这耍人呢吗？这是？哎，师姐，师妹，师姐，赶紧安排人手，准备行动。是。注意安全，小心行事。父债子偿，偿个屁呀！还得混账儿子不该死吧？跟我走。一定是孔武等人心存不满，才绑了柳儿。看他刚才那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，要不是他干的，我把我脑袋我……没那么简单。我们和孔武发生矛盾是刚才的事，可是那院子里的机关，不可能是临时布置的。你是说，不是何三干的？快点啊！别磨磨蹭蹭的，整利索点。来了，谁要是敢怠慢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收拾收拾了。快笑！哎，等上了船就来不及了。人也太多了，你和我不是对手。你去找人，我在这盯着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！我知道，三爷是想要铁苍龙一家的性命，为令郎报仇。可我不是。是你的错，谁让你当差时又喝酒，整天吊儿郎当的，还说出那样的话，我听了都生气啊。是何家本来就死绝了呀。你还说，你可真没良心呢，师父就传你一人天罡大擒拿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小祖宗，我这不是来赔礼道歉了吗？给你买了个面具，还堵不住你的嘴。放开我，我不走，放开我，放开我。走走，押上去。我不走，放开我。
放开我！师娘，小双，小双，在这儿等着，别动啊！ 还好没什么大碍。师伯，师姐她没事吧？你们去哪儿了？怎么让她一个人夜探河府？舅舅，闭嘴！师伯，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些情况，你看着她。 怪事，我都绕到对岸了，这船还是没有靠岸。您看，看他们好像在分货。李婷，你之前说何家不干净是什么意思？我是听三师兄说的，孔武他们像是在贩卖私盐，一直想捉拿，但是没证据。我们都可以借这个油桶上船搜查。你麻利点，那边有个小船。船桨，跑快点！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松起手，放箭！小心，快趴下！小心，快趴下！ 别管我，赶紧灭口！啊！五爷，他们快到了，那里还有一群捕快，快，快撤，快撤！快，追上那条船！ 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让他们跑了。跑了？我说何三爷，是否做个解释？ 凭这，便说我何某私贩私盐，
刘捕头，你的手下是不是也有几个不孝的弟子？你，我们自然不能凭此来断定孔武所做之事与总镖头有关，但是按照规矩，我们应当搜查何府。请便，走。师妹，嘘。怎么样，师妹，何必如此？你刚才就应该出来气气那个何三。如果我出现在何府，我想生气的那个人应该是舅舅。看来人不在这儿。师妹啊，他们又不傻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可能还把人藏在自己府上呢？当然不可能，我只是想搜搜，看看有没有他的把柄让我抓住。要不然我们太被动了。也是。师妹，哎，师妹，没有。师妹，刘大人，我何某尽量配合你的调查，可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人三番两次的私闯民宅，如今又假扮捕快。谁假扮了？本来我们何总镖头。好了，别说了，自己破不了案，还把你师妹拉进来。从明天起，稳定时事，面壁思过。师伯，我别说了，师妹，走走走。去什么去？就那破地方，多久没关过人了？现在让我们去大扫除啊！这上面写的什么？上面写着，他要我今夜子时独自赶去此处，去拿第三个锦囊。拿个屁！四师弟，现在那个何三，摆明了是在戏弄我，还去？你是嫌苦头吃的不够吗？这，师妹，师弟说的也有道理。而且我担心他们知道你伤势未愈，要是再攻击你的中脘穴，那你这反倒不是问题。你要想知道那个丫头的消息，今晚一个人去城北树林拿到第三个锦囊。
铁飞花，老子要扒了你的皮！是，五爷，您先消消气。来，给。咱们这是往哪儿去啊？按理说，不是应该赶紧去镖局在余杭的隐蔽点避避吗？别问了，今天就在这里歇。嗯。来，五爷，吃个饼吧。给三爷做事，最好是不要。可五爷以为，倘若自己真出了事儿，何三会管你们吗？给自己留条后路吧。若我说的是真的，事成之后，我还有重谢。就这，下得住铁飞花？当然，这第一回是指甲，第二回呢？铁飞花他不敢赌。不过三爷，您这儿准备好了吗？最多几日，我就会兑现我的承诺。可到时候，因为您这儿出了岔子，那可就怪不得我了。放心吧。哼，那丫头所料不错，你果然来自投罗网了。但你没听过“双拳难敌四手”吗？别动！你不是铁？说，柳儿藏在什么地方？那晚请你押镖的人是谁？兄弟们，拼了！
他是罪有应得。既然我们手上有了这个证据，官府那边我们就有了交代。四师弟，怎么了？不可有违律法，动用私刑。别跑了。这么沉不住气，不想去见你的丫鬟了吗？你知道我在后面跟着你，如果我继续跟下去的话，不知道还会遇上什么龙潭虎穴呢。哼，难道你以为这儿就是好地方吗？你为什么对孔武下手？是何三让你杀人灭口，还是原本你的仇家就是他？你失言了。这是什么？你丫鬟的指甲不认识了吗？还有酒片呢。躲什么呀？你不是很在乎你的丫鬟吗？禽兽！糟了，你还叫人，一个丫鬟还不够吗？我并不想抓你，我只是想把你交给官府，这样你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也对，都是铁苍龙的徒弟，统统该死。我父亲到底做了什么你可以明说，有什么我会一力承担，请你不要再。也会中脘穴是吗？你使诈！七日后，毒发身亡。舅舅，二师兄，四师弟，柳儿他……柳儿，柳儿，什么柳儿？啊！你魔障了是吧？这种昏招都想得出，你自己看。不会有违律法，动用私刑。孔武救活了吗？嗯。那就没了人证。何三他自己不会亲手做这件事，柳儿。好了，我不是跟你们说，让你们去实施面壁思过吗？啊，他怎么会出现在那儿？舅舅，不要怪他们，是我求他们的。闭嘴！柳儿的事由我来处理，你就给我好好的养伤，要是再敢瞎折腾，看我收拾你！你们几个，给我出来一下。
好人手便是。师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舅舅他有为难你们吗？没关失误，就像四师弟说的，那里多久没带过人了？我记得小时候，舅舅和爹只喜欢把我关在那里。不，还有大师兄。陈大郎。哎，你又要干什么？二师兄，我想去查查卷宗，我怀疑。哎，你消停点儿。师伯没有罚你，是因为你病着。我们几个可是挨了板子的。他凭什么打你们？你们又不是他的徒弟。再说，嘘，小祖宗，你小点声啊！师伯是什么人？连师傅都怕他。你要知道，上次说这话的人可是被逐出了师门。血是吗？师妹，你干什么？也不会，什么不会？干嘛呢？师伯，我就是跟师妹练练手，看师妹伤好了没有。啊，伤好了是吧？那就跟我出来，是该找你算账的时候了。什么人？师伯，没有看到。给我好好看着他，别让他再惹祸了。嗯，是。吓死我了，师姐。师姐，师妹，师妹，师姐，师妹。哎，师姐。半个时辰后，狮子崖下，你一人前来，那解药交换柳儿，否则玉石俱焚。撤！撤！在系有红色丝带的树枝旁，取第四个锦囊，两天之内。除掉锦囊里提到的人，否则柳儿性命难保。
师傅，师傅，没事吧？那个孽障，那个孽障去了崖顶。师傅，别管我，快去追。赵老师伯，是，交给你们了，走。你早到了，柳儿呢？还有六日，你不会不想要解药吧？孤身一人若能报仇，死又何惧？疯子，柳儿到底在哪儿？线索不是都给你了吗？不过，他也中毒了。师兄，哎，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先看一看上面写的是什么。还有你杀的是何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上面写了什么？自己去看。不可有违正道，欺师灭祖。不可知法犯法，偷盗抢劫。不可有违律法，动用私刑；不可同门相斗，有伤和气；不可仗势欺人，凌辱弱小。没关失误，就像四师弟说的，那里多久没带过人了？我记得小时候，舅舅和爹只喜欢把我关在那里。不，还有大师兄。陈大郎，女儿到底在哪儿？线索不是都给你了吗？看什么看？追！啊，师姐，撤！玉，叫撤！玉，师傅，把门给我锁了。谁要敢放他出来，就给我滚出捕房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师伯，柳儿，柳儿，小姐，没事。刘宪把铁飞花关了。哼，
可我原以为他会直接清理门户。想什么呢？那是他的外甥，你玩也玩。小姐，怎么了？这块祖训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好像我一进来就这样了。不应该呀，刚刚师兄他们在我身后，他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我们关在这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会不会是你那些师兄弟又在和你开玩笑呢？学会这么无聊。不可有违正道，欺师灭祖。欺师灭祖。舅舅。进。师伯，您的药。饭送了吗？你没担心，一天两天呀，饿不死他。师伯，您打算把师姐关多久啊？依我看，估计起码也得半年吧。他这学谁不行，偏寻了陈大郎，还是在他娘出事的地方。师伯。师娘，师娘。
师伯，师伯，师伯，韩玉，韩玉，畜生！我，韩玉，韩玉，韩玉！我可以不跟他计较，可他为了那柳儿，简直是走火入魔，杀人放火，兴许什么都做得出来。若再不对他严加管教，等他闯下了弥天大祸，可一切都迟了。师伯，师伯，师姐呢？我记得那个时候，记得什么记得？你到那儿去干什么？师伯，我师伯，情况怎么样了？兄弟们已经蹲守和府周围，四周都找遍了，还是没有见到师妹的踪影。
师兄，酋长。师姐，师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去送死吗？师伯他已经松口了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帮你救柳儿。但是，你不要太任性。你若是杀了何三，就真的是回不了头了。二师兄，救柳儿是我自己的事，除非你们能拦住我，把他带回去。师妹，走！等等！这边，走！走！不能因为我个人而让你们牵扯进来太多。等我查明真相之后，再向你们解释。慢点。师伯，您消消气，别着急。二师兄他们都追过去了，肯定能阻止师姐的。没时间吃惊了，何府那边好戏已经快开场了。
够有本事的，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才把你捉到。解药呢？你说什么？那丫头的解药，别跟我说已经被她搜去了。你觉得我会带在身上吗？你们放了柳儿，我任凭你们处置，要不然她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那你现在就下去告诉铁苍龙是谁连累你们母女俩的。这么说我娘是你们找人害的？你说呢？我本已打点好一切，即使叛斩也会有人替顺儿受刑。可是你爹在抓捕当中杀了他，他杀了我唯一的儿子，我能不找你铁家报仇吗？那陈大郎呢？不是说我娘是他害的吗？我师兄弟告诉我说，当时他当值那天喝醉了酒，舅舅罚他，他当时嘴上说刘家死绝。那刘家因为他刘宪遭人陷害，早就死绝了，那醉鬼是实话实说罢了。我明白了，是你派孔武去的，对吗？大师兄只是碰巧去救人。没错，只怪他没那个本事，反倒搭上了他自己一条命。我爹和舅舅误会了他，盛怒之下废了他的武功。我明白了，小双是想告诉我不可制造冤假错案，会忍一生。不造冤假错案会忍一生，会忍一生。哼，是你爹毁了我儿子一生，今天我要你父债子还。何三，铁飞花说的对，冤假错案毁人一生。我一直以为我哥的事是冤假错案，今天我才知道全是你干的。那又怎么样？今天我定要替我哥报仇。来吧。快！
着。交给官府吧，会受到惩罚的。师妹，师兄师弟，他的罪行已经查明，就交给你们了。带走，是带走。好，师伯，没事吧？师伯，舅舅，你没事吧？师伯。师伯，小双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只是替我哥还了那一账。他要去哪儿？你猜呢？去自首。其实，我那一掌已经废了他的武功，他不必如此的。他这是为了给陈大哥还有他自己的良心一个安慰。
与其冤冤相报，不如让真相大白。不知你是否愿意与我一起联手，还大师兄一个清白？敬礼。今后有何打算？小姐，别想了，世事难料，既然过去了，就让它过去吧。你还是想想怎么回督察院吧。怎么都想让我回督察院呢？那是因为大家觉得世间需要有你这么一个侠义神捕在。本是冤冤相报，没想到你却交了新的朋友。冤家宜解不宜解，妹妹为何来此？我来帮你应付你新的朋友。九侯爷给你。怎么应付啊？孙执现在搞得通缉令满天飞，你还能把他带回督察院不成？通缉令已经取消了。是真的，九侯爷为此下了很大功夫。逍遥江湖自是快活，可铁姐姐，你莫忘了令尊对你的厚望。下月初七是小九出嫁，我必须到场。等我回来以后，给你们二人一个答复，如何？
朕西夏国幸得各位文臣武将鞠躬尽瘁，此次镇帅貔貅之师御驾亲征，夺得临汾，威震宋朝。诸位听，今日同庆凯旋，吾皇英勇神武，待我师稍作休整，再图对宋用兵大计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就把庆功酒摆在宋国的汴京城。 这都半个月过去了，怎么还不见他苏醒？镇上心脉尚有一丝气息尚存，他的体内有一股坚强的信念在支撑着他，所以隐约之间还有一丝生命的气息。纵使穷尽天下医者，也要将木华救醒。依老臣观察，只有传闻中的钱达婆奇香才能救其性命。钱达婆奇香，乃是我国当年国师董家罗秘制，其香气四溢。 可以飘香数十里，闻者可以心旷神怡，也可以使中毒昏迷者死而复生。如此一香，何处可寻？只因当年的杨氏之乱，将传达钱达婆奇香的钱达婆部和世代联姻的及纳罗部北上西夏，躲避祸乱。西夏求生与宋国辽国夹缝之间，何以言避祸？请皇上明鉴，西夏国人。 和我大理国人先祖都源于黄河上游的羌人，虽不同宗，却是共祖。钱达婆部和锦纳罗部北上西夏躲避祸乱，恐怕也是少不了这层原因。朕已知钱达婆与锦纳罗两部与双琵琶的下落，朕已有定夺。皇上，你是想？
皇上，臣子琼碧儿，不知皇上驾到，惊扰皇上圣驾。二位仙子，快快请起。谢皇上。皇上为何今晚突然驾临琵琶阁？莫非是想听我姐妹二人的琵琶行？朕有一事想问问二位仙子。皇上请说。二位仙子从小为太后收养，自幼与朕就读于御史房，朕欲纳二位仙子为嫔妃，不知二位仙子意下如何？皇上万万不可。有何不可？子琼姐妹乃佛之护法，钱达婆和锦纳罗二部的后人，皇上纵是九五之尊，我姐妹也不敢违背祖训外嫁。你二人既是我岳府侍卫，何必拘泥这些规矩？承蒙皇上不嫌，我姐妹二人愿常伴皇上身边，鞍前马后，在所不辞。常伴身边虽好，可毕竟是皇宫内院，若是能给予名分，出入宫闱也方便些。子琼谢皇上抬爱，但是祖训所至，还望皇上能够体恤。朕倒不是怕你们生有二心，只是嫁给外人，朕不想相隔两地，从此分多聚少。皇上请放心，我姐妹二人早已决定今生今世只在皇上身边效力。至于婚姻之事，子琼碧瑶早已决定二人相伴，终身不嫁。二位仙子深明大义，看来是朕过于多虑了。你的保证我记在心里，以后绝不再提。皇上，夜深停凉，还望皇上早日起驾回宫休息。朕正有此意。二位仙子也早些休息。恭送皇上。皇上，皇上万万不可，此去危险重重，皇上不可孤身犯险。朕心意已决。可是西夏国民风彪悍，宋人称之为天狼，皇上此去就好比是深入龙潭虎穴。皇叔，你不必再劝了。既然皇上去意已决，老臣就不再劝了。老臣的犬子高志昌武功超群，虽然不及皇上，可也助皇上一臂之力。高志昌乃我大理国第一勇士，又久在楚威，派他保护朕自然不会有人知晓，一路无忧。皇上多保重。皇叔，朕临行之前还有一事相托。皇上所托，我一定唯命是从。木华与朕相识在危时，又几番救朕于危难之时，如今重伤在床，还望皇叔像对待朕与明之一样悉心照顾。皇上宽心，臣定视木华如己女明之，纵使肝脑涂地，我也在所不辞。国事家事有劳皇叔了。我高台明一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皇叔，父王，段正严要出宫了。我不是让你闭门读书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父王让二哥回京，定是让他保护段正严。皇宫层层守卫何须二哥亲自前来护卫？如此可见，定是段正言要出宫。皇上出宫，何须你来挂怀？二哥有勇无谋，如何能担此大任？皇上有无上的智慧，勇士者有胆有忠便可。所谓有勇有谋者，都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别有用心之人。父王
难道不是别有用心？放肆！小儿无知，都会被聪明所误。皇上出宫的事，你胆敢说出半个字，国法不容。是，父王。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段正言，温婉真。大宁国世子高明启拜见王后殿下。我蒲甘王朝似乎从来不曾与大宁国主有何来往，不知世子今日前来有何贵干呢？段正言，皇后娘娘与段正言之间的渊源就不用我说了吧。高明启，你世子爵位做得很悠闲，居然关心起宫闱之事。娘娘说笑了，我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。段正言现已私自出皇宫去往西夏，望王后娘娘能够助我一臂之力。跳跳跳跳跳！皇上，怎么还叫我皇上？臣只是不知道该如何称呼。你我本是姑表兄弟，就叫我表弟吧。臣怎敢妄自尊大。少爷如何？你有杀段正言之心，为何不取而代之呢？他段正言的皇位完全是借助你们高家势力所得，你就这么甘心对他俯首称臣吗？段正言天龙指天下无敌，就连段正守百名蒲甘勇士与太祖皇帝帝室权杖皆为其所败，想要杀他谈何容易。自大理圣物八部图腾在他段家手上遗失之后到现在，大理民不聊生，各部族分崩瓦解，如今大理境内只知高升，盼民主早日登基。请王后娘娘明示。借刀杀人，坐享其成。借谁的刀？西夏国主李乾顺。他堂堂一国之主，如何能甘心听我们摆布？哼，不用担心，自有妙计。前线传来密报，宋国皇帝正秘密遣派高手赶往我西夏，企图暗中行刺于朕。皇上放心，臣姐妹二人定在途中拦截，以保皇上万全。大宋战场上不及我西夏，却使出刺杀朕的卑劣手段，防不胜防。臣姐妹二人誓死保护皇上周全，找到那个刺客格杀无论。宋国与西夏常年交战，百姓备受煎熬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战争让多少人流离失所，痛失骨肉双亲，此情此景朕怎忍目睹？想我钱达婆仅纳罗布的臣民，又如何能在这里安居乐业？朕愧对天下，愧对大理子民。姐姐，皇上让我们找到宋国刺客，可西夏都城入口这么多，我们怎么找啊？两国交战，各个关口都戒备森严，宋国奸细必定不敢贸然通过，只有一条水路，没有重兵把守。哪里？幽冥鬼滩。
西夏边境战乱四起，可刚入都城，却又出现这种轻柔空灵之音。走，看看去，滑快一点。哎，好啊。这两个人虽然从水路而来，但穿着打扮跟寻常刺客不大一样。这位白衣公子虽然风度翩翩，但笛声中气十足，此人内功一定相当深厚。旁边那个眼神犀利，杀气十足，想必也是身经百战。我想他们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大贤曹操如急雨，小贤切切如私语，曹操切切错杂谈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只是不知不速之客缘何而来。小生是南国人，从小参学佛法，特来稷下寻求古籍善本，以修涅槃解脱之道。原来公子竟是修道之人，敬仰敬仰。就是你这个女人，夺走了我的夫君，让我新婚不久便独守空房，千帆石宝山为你义无反顾，如今又为你膝下孤身涉险，我杀了你！父王，心胸狭窄，嫉妒成疾，如何母仪天下？父王，我是你的女儿，还是她是你的女儿？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成其深。皇后不度妃嫔，皇上雨露均沾，方能壮大我皇室，皇后才能母仪天下，受人敬仰。父王，住口！若是木花再有什么闪失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。父王，下去。任何人伤害你。天色渐暗，不如公子让我们尽一尽地主之谊，来我们岳府一叙如何？不，我们少爷还有事在身。莫非公子是怕我们招待不周？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公子，请。朕打算北上西下，寻找双琵琶和钱达婆奇象，定会将你唤醒。木华，今日一别，不知是否还能再见？原谅朕再不能陪你于床前，但朕纵身天涯海角，心却与你咫尺比邻。木华，等朕。
心。公子，这么晚还不睡，想必是流连于这里的美景吧？哼，美景虽好，可我一想到西夏境内百姓受尽战争苦难，民不聊生，饿殍满地，我心中不忍，所以难以入睡。公子，你身为南国人，怎会对外邦百姓如此体恤？姑娘此言差矣。现在各地烽烟四起，各族百姓被迫四处迁移，背井离乡，这西夏境内也有别国子民啊，外邦之域也有西夏的百姓，所以在下无论走到哪里都确信那里有我的同宗兄弟。少爷，方才追逐您没受伤吧？没事，看此情形黑衣人没有追到吧。皇上恕罪，皇上，我们的身份是否已经暴露？早已暴露。是，臣知罪。快起来吧，两位姑娘布局足以说明我们西夏之行早有人提前通信。两位姑娘粉面娇容，声音纤细，皓臂如玉，十指纤纤，琵琶声中更是暗藏着无限的婉约与哀怨，绝非平常女子，而且她们目光凌厉，想必武功非凡，交谈之中又发如此多的感慨。臣愚昧，记忆识破，那为何前番在江上不动手啊？传闻从前西夏国的前梁太后有一支以女子乐府编制的进士，想必便是他们，这样西夏王很快就会知道我们的行踪，所以我们的行动会多有不便。双琵琶和钱达婆齐香的线索交于你查明，你务必伺机而动。姐姐和那位公子聊了许多，问到些什么？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他绝对不是一名茶商那么简单。那我们这就杀了他。别急，可皇上不是让我们杀掉宋国刺客吗？他也不是刺客。那他是谁？现在我还弄不清楚他到底是谁，可是他说战争连连，让各国百姓都背井离乡，这使我想起了我们锦纳罗部和钱达婆部的遭遇。我想他应该也有相似的经历吧。那我们该如何？布钱达婆吉祥，套出真言。二位公子，这就要走吗？我们呀，还有点小事要办，这次不告而别，还望姑娘见谅。公子在这里留住不到一天，就要匆忙离开，是我们照顾不周，还是这件小事并不简单？姑娘费尽周折，在这幽冥鬼潭迎接我，想必也是另有目的吧？哼，你们来西夏做什么？昨天半夜你们姐妹二人先后两次试探我，恐怕应该是我要问你们想做什么。我们的目的很简单，拦截刺客。好，姑娘误会了，我二人并非刺客。那你们是谁？在下这次来西夏的确有事要办，然而此事关系重大，诸多细节实在不便透露，还请姑娘见谅。但是我保证，我们此行对西夏完全没有半点歹意，请两位飞天女卫尽管放心。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身份？你们的目的是拦截刺客，那肯定是效命于西夏朝堂。我在南国听闻，西夏的前梁太后有一支以女子编制的进士，他们个个剑手超群，武艺非凡，更可作余音绕梁之曲，让人
深陷其中，如痴如醉。看来王公子不仅博学多闻，而且明察秋毫，不错，我等就是乐府女侍卫。报皇后，飞鸽传书从大理送来密报。去召高明起来。西夏探子报，段正言已经落入圈套，你即刻回大理召集心腹，发动政变。哼，本宫要去西夏会会他段正言。王后告辞。那公子到这里到底是有何要事呢？公子放心，我们并不是要向公子打听什么，只是因为和公子聊得投缘，想替公子尽绵薄之力，也好交个朋友。姑娘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姑娘公务繁忙，我的事情也就不必麻烦你了。我来这里的目的有两个，寻亲求药，除此之外恕在下不能透露。既然公子不便透露，我也就不强求了，还请公子饮下我们西夏招待贵客所用的。恭敬不如从命。木华，如今我远在西夏漂泊，而你却在大理沉睡，千里之遥却阻不断我对你的思念。可我现在必须把这份感情藏在心里的最深处。你放心，就算我费尽千辛万苦，哪怕是豁出性命，也要把钱大破奇香找到，把你唤醒。木华，你一定要等我回来，与你抚琴吹笛，和你闲话家常。想不到他竟是一个如此专一的人，他竟然想盗取我们部族的钱大伯奇香，你给我杀了他！不可，钱大伯奇香乃天龙八部的机密，外族人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存在。可他竟然点名要找钱大伯奇香，那他就算不是八部族的人，肯定跟八部族也有莫大的关系。所以，我们更要搞清楚他的真实身份。你这是为何？生来的仇恨。你我彼此相爱，为何偏要互相伤害？说，你接近于我到底是为何？因为情不自禁。谎言。你为何迟迟不肯出手？
我绝不会伤害我心中所属。既然我杀不了你，那我就杀了我自己，让你更加痛苦。生来就有的使命，若有来生，便你我化蝶重来，共细雨蝴蝶泉上。木华，段郎。木华，我以为你又要不辞而别，让我好生害怕。段郎，我们从此以后再也不分开。木华，从此以后我们再没有杨氏和段氏的恩怨，再也没有天龙皇族与阿修罗部的仇恨。什么天龙皇族阿修罗部？你我相爱足矣，从此以后我们跟天龙八部没有任何关系。天龙八部？王谢富夸集四海，欲满环中谁不知。王玉、玉王、段正言、大理皇帝段正言。此乃我心爱之物，怎可损伤？你到底是子琼还是木华？我想姐姐已经难以分清了吧？你在监视我？你不相信我？你我姐妹相守数年，你我之间的信任，难道还不如刚刚认识的陌生人吗？姐姐，你已深陷情迷，不能自拔。冥冥之中，我与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我们身在西夏，保护皇上是我们的天职所在。妹妹更不要忘了，我们是钱达婆和锦纳罗的后代。那又如何？他便是天龙八部之首，大理国主段正言。段正言？什么？大理国皇帝？那为什么会说成宋国刺客？这臣并不知。一想他乃大理国皇帝，姿势体大，臣姐妹二人不敢擅自做主，特来向皇上禀报。西夏与大理相隔万水千山，一国之君不远万里，无非是为了江山社稷，朕倒是要会会这个大理国皇帝。堂堂大理国皇帝进入我西夏境内，居然不跟我打个招呼，看来段皇兄好见外。李皇兄客气了，李兄雄才大略，国事繁忙，正言此次前来是有要事要办，所以不敢叨扰到李皇兄您。什么要事，居然能让堂堂大理国主亲自出马？不如告诉于朕，朕帮你解决。实不相瞒，我这次来西夏，要取回我部族圣物双琵琶和钱达婆奇香，一来是为我族凑齐八部图腾，二来也要用奇香救我心上人的性命。若是能得到李皇兄的帮助，正言感激不尽。段皇兄公事私事两不耽误，朕真是佩服。不过段皇兄既然来了，就在这里先住上几天，今日朕好好陪你，下棋论道。李皇兄盛情难却，那段正言，恭敬不如从命。
好，段皇兄，请。李皇兄请。我段正言从大理而来，不可反客为主。李皇兄，请执白子先手。段皇兄，承让。此乃我西夏近年的新开局，名曰定鼎中原。我看这招应该叫处子问鼎。段皇兄啊，你这是什么套路？难道是有意相让？这叫金瓯无缺，即使边界偏隅，也不可拱手相让。然中原社稷不稳，江山动摇，岂不是危在旦夕？国以民为本，民心所向，圣之所往。好一个民心所向，圣之所往。四节循环，想不到却是盘不输不赢之棋。两国修好，互不发一兵一卒，便是双赢；若是肆意兴兵，便是两败俱伤。段皇兄啊，纸上谈兵不过是空谈道理，不如这样，带你去朕的军营，看看我西夏男儿的真刀真枪如何。李皇兄请。兄啊，你看我三军八面威风，将士们个个英姿飒爽，骁勇善战，喊杀冲天，就这气势犹如翻江倒海，刹那间可冲开八方河川。来看这边，马蹄下飞沙走石，将士们手持刀刃，敌人灰飞烟灭。再看这边，马弓手们呼啸而来，大有踏平九州山岳之势，手里弓箭一张一弛，无不迸发出万军神力，百发百中。这就是我大西夏男儿的真风采。西夏男儿果然能征善战，名不虚传。李皇兄，你倒真是让朕大开眼界。来，我皇神勇，龙臂可开万弹硬弓，利剑可落九天之日。我看你这野力将军，马屁功倒是一流的。你休得无礼。段皇兄啊，宋国有文人写词：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称我们西夏人为狼，不知段皇兄如何看之？狼虽利爪尖牙，也会舔犊护子。李皇兄，你肯定也是天下苍生为子民。男儿平天下，岂能没有牺牲？段皇兄把我说成菩萨心肠，似乎不太妥当。
翡翠，还望皇上勿怪小国失礼。这几日我大西夏国还真是热闹，先是大理皇帝不请自来，紧接着蒲甘王后从天而降。传闻西夏皇帝3岁登基，16岁亲政，几年的光景就将濒临亡国的西夏重振，然百闻不如一见，西夏皇帝果然气宇轩昂，定是天狼星下凡。王后谬赞了，我大西夏与蒲甘国相隔万水千山，平日素不来往，王后这次突然驾临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为大皇上定鼎中原，成为天下共主。看来王后是有备而来，只是不知道王后有何让朕定鼎中原之策。大皇上先助我灭了大理，然后我们南北呼应，夹击宋国。王后真会说笑啊！我大西夏与大理国上隔大宋和吐蕃，如何助你灭大理？大皇上只需帮我杀了段正言，我已离间其淫生节度使与大理国的君臣关系，只要段正言一死，大理国必定四分五裂，然后我再联兵吴哥王朝、越南李朝，将其各个击破，一统南国，然后我们共同发兵取宋，我们愿意呈贡西夏，以大皇上为天下共主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？大理段木头与王后相比，差之甚远。李皇兄，久等了。段皇兄客气。李皇兄，你方才匆忙遣人叫我前来，是不是有钱达婆齐香和双琵琶的消息了？我找你的目的，问罪。问罪？正言何罪之有？钱达婆西香和乐谱乃有西夏之宝物，段皇兄却取之，可是不仁。李皇兄，你知此二宝是我八部族圣物，如今归罪于我，又是何故？飞天女妹，钱达婆锦那罗已是我西夏子民，你有什么资格？这北雁南飞，终有回朝，李皇兄何苦强词夺理？想要两个圣物，先打过我再说。正言一片诚心，却换来李皇兄刀兵相见，不是正言所愿。段正言，认输。段皇兄技高一筹，朕输了。李皇兄，正言冒昧莽撞，还望李皇兄见谅。只因圣物关乎八部族使命，还请李皇兄成全。明日朕在皇宫大殿设宴为段皇兄送行，将两个圣物如数奉还。那段正言，
先谢谢李皇兄。双琵琶和钱达婆妻香在二位仙子手上。既然这个段正言和你二人同属八部族，想必你们肯定会把两件圣物双手奉上吧。皇上，子琼姐妹为皇上效力，圣物是否交给段正言，只听皇上发落，唯命是从。好一个唯命是从，朕明日为他设宴送行，席间我会有求于他，他若是应允，便将其好生款待。你二人把两个圣物交付于他，助他完成使命，他若是不答应，朕便当场将其杀掉。明日是生是死，但凭他明日自主。皇上圣明。姐姐，有心事？你看这月儿多美啊。是月儿美，还是姐姐的心上人美呢？妹妹休要胡说。姐姐对段正言的感情，妹妹我可是一直看在眼里的。七情六欲乃是人之常情，姐姐何必害羞啊。她对心上人情深意切，不可动摇。我和她只是萍水相逢，又怎么能进入她的心呢？我只是担心皇上会对她。皇上不是已经答应把两个圣物给他了吗？这不是皆大欢喜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我只怕皇上的要求他不肯答应啊。该如何是好？皇上，这双琵琶和钱达婆媳香是天下宝物，西夏国主这么爽快就答应给皇上，会不会有诈？是啊，我也担心这件事，明日宴席恐怕没那么简单。不管怎样，为了木华，上刀山下火海也要走这一步。今日朕堂前设宴，除了为你送行之外，也是履行之前的承诺，交给你两件圣物。不过段皇兄，我也有事相求于你。李皇兄请讲，正言并鼎力相助，不如你我就此歃血为盟，南北相应，共夺汉家江山。恕正言不能答应。难道你连心上人也不想救了吗？为救木华，我愿意付出我的所有。但如果李皇兄以此为要挟，逼我兴起刀兵，给九州大地以生灵涂炭，正言宁愿伴木华长眠于大理。好一个满嘴仁义道德的伪君子！温婉珍，你当初为了杨木华而抛弃了我，现在你又为了所谓的天下苍生而放弃了他，说到底就是个胆小怕事的软蛋罢了。大皇上，你看到了吗？吴干国才能够助你一统江山。吴干王后，此言差矣。西夏将士虽骁勇善战，可一统江山谈何容易？
如今西有吐蕃，地域闭塞，不易深入，北边大漠的辽国更是全民皆兵，人强马壮。至于宋国，虽然是文人之国，但是底蕴十分深厚，九州臣民上下齐心，可攻遇强敌壮。王后可知辽国契丹几十年来多次进犯宋国边境，然而却是屡屡折戟，至今被与燕云十六州之外。西夏要是贸然发兵，唯恐伤及这不容易重振起来的基业。段正言，你分析得太对了，所以本宫此次前来就是要和大皇上商量，等大皇上从西夏发兵之时，便是本宫在蒲甘揭竿呼应之日，先灭你大理，然后两国南北夹击，何愁宋国不灭？到时候占尽中原财富，增长人丁良田，休养生息，壮大实力，假以时日，吐蕃辽国更是不在话下。计划周详，巾帼气概，正言衷心佩服。可强梁霸道只能逞一时威风，最终结局只有幻灭一条路。这种例子历朝历代没不胜举，王后不需要正言再提了吧。正言念及故交，再次劝王后迷途知返，把这份决心用在造福天下苍生的事业上，这难道不是更大的功绩吗？你如今已是案板上的鱼肉，还有关系天下苍生，真不知是你傻还是不识时务。蒲甘也是崇佛之国，想不到却有如此丧心病狂的君主。太祖当年为我取名何玉，既是让我以和为玉，以战止战，只要有我段正言在，就绝不允许你们结盟攻宋。姜太公说过以战止战，杀之可也。段皇兄啊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得罪了，有我高士商在，谁敢动我皇上？李皇兄，你我皆是为君之人，为何使出如此卑劣手段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段皇兄，只要你肯与朕结盟，立即发兵攻宋，朕亲自送你回国。若死我段正言一人，就可免大理和宋国战乱，段正言死又何惜？大皇上，段正言现已无力抵抗，请允许本宫带回宫中好生折磨，泄我心头之恨。原来王后更是为了情毒而来啊。啊，也罢，你送朕翡翠雕龙，朕就送你大理真龙。谢大皇上成全。朕乃是在世女皇武曌。段正言已被我掌控，事已成，可举事。纵使我穷尽天下之力，你却还是不肯理我。志不同道不合，你我早已注定。可是杨慕华早已失去尸体，纵使他长眠不醒，也活在朕心中，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我说过，你的决定便是我的决定。嫁给蒲甘王朝国王，为蒲甘兵大开江头城门，直扑你大
大理国而来。你的决定便是我的决定。生灵涂炭，哀鸿遍野，白骨累累，你忍心？绝不后悔。你为一己私利穷兵黩武，害了天下的苍生，造无边杀业，堕无间地狱，一切皆拜你所赐。自始至终我都不曾改变我的初衷。我曾立誓要砍下你的头颅，亲自将它泡在蝴蝶泉中，让它永远守候我们的蝴蝶之约。心肠有天助之力。明日宴会危机重重，一定要小心应对。皇兄，你只身潜入我皇宫大内，以为你能全身而退？帝瑶救驾来时，请皇上恕罪。二位仙子，快快请起。西夏与宋国，本该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自戍守疆土。一旦交战，两败俱伤，朕今日便是为天下百姓请命而来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朕若是不答应，那朕便以杀治杀，以恶治恶。好，朕就应你所求，绝不主动发动战争。君无戏言，君无戏言。多谢李皇兄，希望再见之时，你我只有纸上谈兵，琴棋之争。段正严拿下！君无戏言，为何出尔反尔？兵不厌诈。来人，给朕把段正严拿下！是因为你二人叛逆，他才不会中毒。我本将心照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，朕一往情深，你们却伤朕入髓，
有天当复合。请皇上珍重，保护皇上。你这么着急把为父叫过来，到底有什么喜事啊？父亲马上就可以荣登大宝，您说这是不是喜事啊？我乃是大理国臣子，怎么敢妄自荣登大宝一说？为父劝你趁早断了这个念想吧，现在恐怕已经来不及了。你背着我又做了些什么？我早已经联合了蒲甘国王后、西夏国主，在他们的帮助下控制了段正言。你竟干出这种忤逆之事！我立刻发兵去西夏，拼死救皇上回来。儿子已经先你夺得了大理军权，父亲现在已经调动不了一兵一卒了。下去吧。儿臣告退。碧瑶仙子为了救正言于危机，竟然舍命相救。正言此时的心中除了感激，更多的其实是无尽的愧疚之情。守护天龙皇族本就是钱达婆和锦纳罗两族的使命，如今西夏追兵在即，皇上必须放下哀伤。西夏已非可留之地，子琼可召集族人随朕回大理，朕可以给你们安稳的生活。子琼多想常伴段郎左右，不奢求成为段郎心中所爱，哪怕只做一名丫鬟，能每天看上段郎一眼，便也心满意足了。子琼愿以死保护皇上，求皇上成全。碧瑶仙子已死，你不能再牺牲了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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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，我以飞鸽传书给钱达婆和锦纳罗二部前来救驾，请皇上撤退，让子琼来断后。你们既是我大理国子民，朕乃是堂堂大理国皇帝，岂能再由仙子为朕孤身涉险？这是子琼的使命。
兄。皇上，臣救驾来迟。高子昌，跟我来。钱达婆紧纳罗两部军令，随我救驾天族皇帝大理国主段正言，誓死捍卫佛国，誓死保卫皇上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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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，我们掩护你，快走。不，只要有我大理子民的地方，便是大理的天下，朕与大理子民共存亡。大理皇帝传我西夏子民格杀无论，誓死保卫皇上。穆家放箭。子琼，你怎么样？皇上，
自君无碍，请皇上不要担心。皇上，这个便是双琵琶中的锦囊，分别记载千达伯七项秘制之法，和锦纳罗乐谱，是真正的图腾圣物。请皇上带着圣物安全地回到大理。子兄，若有来生，臣姐妹一定重生大理，侍奉皇上。段正言躲得过李乾顺西夏国的明枪，我看你怎么躲得过高明启大宁国的暗箭。段正言，大理国主段正言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这一刻朕足足等了25年。你是未来的大宁国主相吗？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朕要的是这天下。
父王。父王就知道你谋反之心不可动摇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一是为了你回头谢罪，二是为了我高氏忠烈之名。父王，为什么是你？你为何如此啊？若无大理，何来大宁国？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负我大宁国号千秋万代，我高氏便是这天下之主，坐拥着天下。明儿，你怎么如此糊涂？万民才是天下的主人，只有心存万民者，才能拥得天下。段正言他是个好皇帝，你心甘，可我心不甘。明儿，你为何执迷不悟？就算是你拥有了天下，你不得民心，空有皇位，你有何乐呀？你怨我负天下人，莫要天下人负我。让我们百年再续父子之情。这么傻呀，明儿！玉，皇叔，皇叔，让开！皇叔，皇叔，这还是来迟了。吾皇万岁，罪臣高泰明棘手在班，今有逆子高明启蓄意谋逆，皇宫已为其所占，皇上若是入宫必遭不测，请皇上待臣平定叛乱之后再回。罪臣来不及再看一眼我大理江山，来不及看我大理振兴大业，就要去了。生死有命，为皇上而死，便是罪臣的使命。朕不要皇叔去，朕不要皇叔去。暴君黄金太上衣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皇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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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宁国主相王高泰明
烈救助，英勇就义，朕加其重肝义胆，以帝王之礼厚葬，配下太庙。今朝龙生自害贤嫔，九州安康。可朕纵寻回两部琵琶中的圣母，纵贵为九五之尊，也终不能将所爱之人唤醒于梦中。还我簪子。五华。